你是以儿子的身份来见我，还是以排长的身份？只要能让我猛虎团参加军演，你想我是什么身份，就是什么身份。你要是儿子，咱就谈谈；要是排长，你和我的级别差得远着呢。现在就给我滚蛋！儿子身份是吧？行啊，只要让我们参加军演，怎么着都行。 把手给我拿出来，拿出来！好，要是儿子，那就得喊爹。我一辈子不会喊你爹。 三吗？让警卫班来几个人，帮我把这个排长赶出去。不用你赶我出去，我自己走。郭参谋长，我们猛虎团有资格也有这个实力参加这次军演。我们是要被裁撤了，但我们现在还是战斗力。首长，您这是何苦呢？我知道，您想儿子都想疯了。 全体集合，向前看。刚接到上级命令，明天全团将举办一场5公里负重越野比赛，规则是按连里最后一名计时，希望大家不要给一排丢人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李班长。 跟我出来一下，其他人解散。哎呀，团都快解散了，还比过什么东西呀？哎，你们几个注意了，有个事儿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什么事儿？听说这次比赛，特战旅的人会来观看。 带兵带的好的排长，有可能会被选进特战旅。咱们团现在所有的干部都将面临调整，谁都想进特战旅，包括咱们排长。所以，为了能够给他找一个好的出路，我们只能争第一，不要第二。为了排长，咱们只争第一。 不做第二。可是我参加5公里，这会不会连累排长？你和皮皮，还真是让人发愁的。他们俩总是给咱们连垫底。也没总是啊，就是总是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咱们是不是应该帮一帮咱们排长啊？我也想帮，我就是担心。 拖大家的后腿，我也是。我觉得你俩不用担心，你俩只要抱着只争第一、不做第二的信心，跑出最好成绩就行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这次成绩不好，不仅是全团的笑话，还害排长不能去特战旅。你说我们俩这个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啊，那没准啊，排长不是被气死，那就去相亲喜喽。行行行。 都还没毕，说这种话，展勋，你不要说脏话。要是我能争口气就好。哎，小五，皮皮，你们两个不是怕拖后腿吗？
不参加不就得了？不参加？怎么可能？你们几个都给我老实点，别走乱了。这不是想帮忙吗？想帮排长，明天就给我好好跑。起身睡觉。排长，你没发现我们班跑最慢的俩不见了？体育小五呢？报告排长，他俩昨天晚上拉肚子，那个没来。真的假的？你跟排长你就说实话。排长，他们俩怕拖累咱们班，装病。于院长，到。他们俩在哪儿呢？报告，卫生所。您到。太让我失望了，排长。我们就是怕拖您后腿，我们怕特战旅不要您。我在乎这个吗？啊，我在乎吗？我在乎我带了兵能不能坚持到最后。走。小五，啊，你先把枪给我。皮皮，给司马。不用，我们能跑。不用。什么不用不用？就你们俩吗？这样能快点，手下就这么定了啊。预备。脚崴了，要不叫救护队啊？不行，你叫救护队没成绩了，那怎么办？我架着你跑，先跟上前头，实在不行我背你。没关系，走。都是因为我们排拿了全团倒数第一。干什么呀？不做呀。排长，你不是应该惩罚我们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惩罚你们？你最喜欢拿第一的，我们这期没有拿，你怎么还请我们吃饭呢？我是喜欢打第一，但是此时此刻这事儿不重要。我今天特别开心，因为你们都成长了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团结的团队，这比任何个人利益都重要。谢谢你们，我以你们为荣。谁动画动得最慢，把人给全排袭警。Thank you.
郭老三，这次咱们团能参加演习，你可是劳苦功高啊！啊，哎，坐坐坐坐。本来他们工兵力量就是差，我们就应该参加。哎，参谋长是你爹这个事儿，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聊过呀？嗨，我都十几年没叫他爹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从小到大呀，他对我不是打就是骂，我说您都不信，他从来没夸过我，真的，一次都没有。哎呀，当兵的爹都这样，我爹不一样，真不一样。我爹他特别偏心啊，对我大哥二姐都和风细雨，对我就跟不是亲生的似的。你爸有三个孩子啊，怎么那么多？大哥二姐是我爸牺牲战友的孩子，我是亲生的，那可是家里对我就是最严厉的。13岁那年，他过生日，我为了讨好他，我偷了同学的钱去给他买了生日蛋糕嘛。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他知道那钱是偷的，头一次破天荒的没打我，给了我个纸条，让我去找他老战友。我当时还挺高兴的，我觉得他被我感动了。我拿着纸条找到他老战友，我直接就被关进少管所。他老战友是少管所所长，他叫他老战友把我关进去的。那参谋长够狠的。我在里面关了3个月。3个月。之后我就再也没叫他爹。其实吧，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什么事儿都争第一？我就是想让他看看。就是想让他夸我一下，欠我，欠我一道歉。好，那咱们就把这次演习打好啊，让参谋长看看，他的亲儿子不是孬种。请团长放心，我给你保证，这次我们一定打好。伪蒙古团，对，伪蒙古团。看到猛虎团的旗帜，是。回撤。老婆，走。老婆，走。
面车辆进行疏散处理，快！是。三个车进疏散隐蔽，拉开车进疏散隐蔽，拉开车进疏散隐蔽，拉开车进疏散隐蔽。王队长，快！我们疏散隐蔽吧。你疯了吧？我们刚出营门，演习还没开始呢。不是你听见空袭警报了吗？啊！按照预案，听见空袭警报，赶紧拉开车距，就地疏散隐蔽。你没有看着这片地方坑坑洼洼，又刚下过雪，车陷进去怎么办？要封你自个儿封去啊！你给我让开！哎，我不让开怎么着？哎，你隐蔽不隐蔽吧？我就不隐蔽。你不隐蔽是吧？啊，来，从我身上压过去，来。哎，不是，郭老师，你这不是耍赖吗你？哎，我就是耍赖了，怎么着？郭老三呀，郭老三。今天要是出了事儿，你负全部责任。负责。隐蔽。必须就地疏散隐蔽，少给我拦预案！要是耽误了急件时间，谁负责？我负责！你个小排长，你不能吃这个德吗？把你拉出去，枪毙30块都不够！来人，我把他带上车，送往堂部！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我老三，我到手了！只是要受处分的。是营长，听命令，听指挥。小排长，服从命令。营长，我跟你走。带走。等等。不错，隐藏的很及时，战损率不超过5%，你们可以继续通过。你们是演习导演部的？是。演习不是还没有开始吗？你们一出营门，我们演习就开始了。以往都是到了演习场地才开始打的，怎么今天一出营门就偷袭？这不是耍无赖吗？对不起。我们演习都是从实战出发，战场上敌人不会等着你们准备好了再开战的。真不要脸，怪不得蓝军总是赢，原来都是靠耍无赖。你要是有意见，可以向导演部提出。朝我们下面人发火有什么用？我们也是按照规定执行命令。我们走。这样，他怎么办？放了。是。对不起，您不能走。为什么？我们观察员报告。空袭警报响起之后，您的车一直没有隐蔽，所以您就阵亡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您必须退出这次演习。请跟我走。你和你们的车队可以继续前进。是。还多亏了这个郭疯子，要不啊，咱们可能就全军覆没了。嘿，听我的呀，多活10年。你少自美了，赶紧登车出发吧。就你说，上车。这个时候还要交枪啊？空包弹也是有杀伤力的呀，万一不小心走火了怎么办？安全第一。
亮啊，还剩两个小时了，明天咱们连的任务艰巨，你们这帮小子呀，抓紧时间休息休息啊！我去站岗。大家赶紧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别的排早都休息了，就咱们排还在这干呢。这排长为你好，想让你多减点肥。啥都跟这有关系呢。行，这差不多了，歇着去吧。排长啊，这个挖掘工序呢，我们都很理解的。不过为什么我们不和大部队住在一起，要住在这个潮湿的山沟里呢？这儿上风。我研究过很久蓝军的行动模式，他们善于用毒气在晚上偷袭，咱们在这儿相对安全。哦，细节啊！这位排长，你怎么还咬人呢？是不是想吃我的棒棒糖？嗯，给，给，收来。锁了，钥匙呢？在排长那。啊！猛虎团的兵，死也得拉个垫背的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没用的，今天刮的是东南风，往左切。是偷袭。咱们守着咱们自己这块就够了啊！是是是，听声音没多少人。猛虎团一连二排，全体阵亡。你们这个团已经退出比赛了。我们昨天在上风口没有受到毒气攻击，我们还没有一个人伤亡。你们这个团整体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了70%，按规定，你们不能继续再参加演习。一会儿，统一上哨回营地。上哨！哎，你这排长咋这样？对不起，我现在只听我们连长的命令。上哨！你们连长已经阵亡了。不能再给你们传达命令，那我就听我们团长的命令。我团长命令我们准时在吉林的集结395高地。你要去，这辆车已经战损了，不能去。战损了是吧？把旗子给我拿出来。是。我走着去。向我们团旗敬最后的军礼。
报告参谋长同志，猛虎团还有战斗力。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。老腰牌一帮的羊啊，所以当然要喊第一啊。哎，那我是不是应该就喊特战了？你什么意思？军区特战旅的人下来选士兵了，走吧，一起吧。听说啊，参加选拔的都是老兵啊，我们怎么和人家比？是啊，听说他们不光淘汰率高，还贼累。我说陆公子，你还是听我一句劝吧，踏踏实实服完兵役，回去就有500万。兄弟们，咱们怎么说也是麻仁杰和郭振起带出来的地方，怎么也得有个样吧？是得有个样。但你记得上次打架那李刚吗？对我们印象都不好。去了以后，他好，
这是你们的选择，我不勉强。但是我们还是爱你，一辈子的债，就此别过，告辞。飞哥，在我们因为离别而伤感的时候，冷如玉却为了新房不停地奔波。嗯，不错，这份可行性报告写得很好，去打印分发给各个股东。好。怎么，你还有事儿？啊，我能跟您商量一件事吗？说吧。您能预支我半年工资吗？为什么？我有个朋友是搞房地产的，我在他那买了一套房子。我听说了，那套房子的性价比好像还不错啊。是的，很便宜。你不是已经付过首付了吗？怎么还缺钱啊？是这样的，我朋友跟我说，他们现在有一套商铺，可以内部优惠价很便宜的转让给我，我想买下来。那不行。有了商铺，你还能安心在公司工作吗？我不能因为一个商铺失去一个优秀的员工啊。谢谢您对我的夸奖，但是我买这个商铺呢，主要是为了我妈妈，工作是我妈唯一的快乐，这个商铺是完全交给她打理的，我也不指望她能给我挣钱，主要是她能开心就好了。嗯，你的孝心很让我感动，但是公司没有预支公司的先例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我就再想想别的办法，我先出去了。嗯，报告。不过，我可以私人借给你。真的？谢谢陆总。哦，我一定会尽快还给您的，利息和银行一样，我不会让您吃亏的。利息就免了。好好为公司效力，就是最好的利息。谢谢陆总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嗯。妈，你看我们的楼都快封顶了。我们家在哪儿呢？咱们家就在那层啊，你看，挂了红色横幅的，看见了吗？哪儿啊？就是那层，你看，直的看过去。挂着红色横幅的，看见了吗？你怎么看不清楚呢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你的眼睛？妈老了，这光线太强了，我看不清楚了。对不起啊，妈。看着妈妈逐渐模糊的视力，冷如玉将所有的期望寄托在了这套房子上。她相信妈妈一定能拥有新家。你好，请问参加特种部队考核是在这集合吗？是。姓名？陆飞，陆地的陆，飞机的飞。好，去那边稍微等会儿吧。是。别以为我冲着你来的，听说特种部队有跳伞，我是冲着飞机来的。我可是听说特种兵伙食好才来的啊，才不是为了你。是胖。我还真是为了你来的。其实你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的，要是听不懂教官说的话被淘汰了，好给我们三班丢人的。所以说，我是来辅导你普通话的。谢谢你啊，你真系好人啊！怕你被李刚打死，过来帮你收尸。你才被他打死。永远都是好兄弟。我先去一趟。
特战旅征选的旅客，每个人都怀着激动期待的心情，这是迈向我们成为真正军人梦想的开始。别晃！什么船啊？还不如我造的呢。皮皮啊，少说两句吧，保留体力啊。啊，我感觉我这胃都快吐出来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太难受了。李呀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吃那么多东西，不要吃那么多东西嘛，偏要吃，一看白吃。哎呦，什么那么多血啊？算前天吃的。你太无神了吧！陈师长，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你是不是人呢？我从小在船上长大嘛，怎么可能会？太不听话了，不好。结果是勇啊，勇比浪还要厉害。我听不进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船长故意颠簸行驶。我们的考核地点上的地图距离其实只要一天行程，可实际上我们却足足花了三天。在大家吐得昏天黑地的时候，其实考核已经开始了。船翻了，船翻了！你们有人吃饭吗？不吃，你心都恶心了。都不吃是吧？都不吃，我送回去了。耶，班长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靠岸啊？早呢，还有好几天呢。哦，对了，船长说给你们做个游戏，奖品是晕船药，你们谁想参加？嗯。游戏规则：把这包拼图完成，时间不限，完成拼图者可以找我领取奖励。晕船药，开始吧。这不玩人吗？啊，晕成这样怎么拼啊？无聊。小五，你还真有体力去拼啊？拼拼。其实我也特别难受，但是如果拿不到晕船药的话，非得吐死在这不可。我可不想还没有上岸就被淘汰了。我觉得小五说的对呀。